台电规划在基隆外木山新建第四座天然气接收站，基隆市政府去年5月废止前市府核准的原则同意函文，结果在台电提出诉愿后，近日诉愿结果出炉，农业部撤销基市府废止处分。对此，前基隆市长林佑昌的市府发言人游本明回应，这证明谢国良市长无心市政，连公文都懒得看清楚，才会被农业部打脸。游本明表示，林佑昌已经多次强调基市府无权，也没有核准台电四街开发计划。当初原则同意的是只同意调查报告所提跟保育区重叠部分的内容，请谢市长不要一直在乱扯。我想前市长林佑昌过去也多次的清楚的说明哦，市府没有权，也绝对没有核准这个开发哦。当时基隆市政府的原则同意是指在调查报告当中跟保育区重叠部分的这个内容哦，并非基隆市政府核准协和发电厂的这个更新的这个计划哦。所以请谢国良不要在这个胡扯乱扯一通。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